会拍，他要把他拍。你拍，你拍，你也不敢太靠近他，那你不要不要动好了。这位置是最重要的。等会你上去，他就跑掉了。直接慢慢的。不会，他会知道他的。小心他飞过去了，不要攻击他，啊、他会走到前面去啊。他不会碰。吓人！你不要吓人。他不会。他真的是往前去，他真的啊，他真的往前去。他躲在，他躲在树。我以前跟爸爸去，他有听到我们的声音。晚上傍晚的时候，他就到我们那边，他已经进去了，弄抓虾子啊。然后我看过那个新竹石小雅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。哎，好，慧宇，待会可以给我们看看你照的。但是我拍的不好，拍的没有，因为也不能太靠近它，它会跑掉。那才漂亮啊，那好亮啊！在哇，哎，我这样好清楚哦。哇，它根本没那么大只，你拍起来那么大只。对，放大。